半空吹怪风，中环天降玻璃雨，跌玻璃粒粒有冰糖咁大粒，击中一个外籍人士，另一个非籍女人割损脚，经救护员包扎之后自行离开。落雨基本就沙，一强化玻璃。系噶系噶系，我哋系有工程嘅。落玻璃雨嘅系中环中央广场。呢栋信和集团旗下嘅甲级写字楼，寻日朝广场管业职员接获通知，话28楼写字楼一幅大约32平方尺嘅玻璃幕墙爆裂。即系为咗公众安全起见啦，所以我哋即刻咧就安排咗维修。嗰阵时咧就有强风，所以咧就将啲零星嘅碎片吹咗落街。其实喺工程之前，佢哋封咗大约2米阔嘅行人路，不过途经嘅四部车仍然中招，被玻璃雨刮到花晒。这个天窗仲爆咗添。他们说会向大厦管业处保留索偿权利。